苹果在 iPhone X 上使用 3D 面部识别技术，让行业内又有了新的玩法。而作为安卓阵营的大哥，三星必然要和苹果叫板。现在有网友表示，三星 Galaxy S9 将会搭载和苹果一样的 3D sensor。同时，他还表示，如果属实，再加上此前供应链透露的 iPhone X 产能不足的消息，明年的 S9 或将大卖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欢迎你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ejer.com，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wejer， 获取每天的推送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！